如果我们在网上搜索"最伟大的战士"一词啊，可以搜出来很多啊。除了我们熟知的一些华夏英雄之外呢，还有一个外国的啊，可能你不太熟悉，但是呢，他当之无愧。这个人就是啊，切格瓦拉。他一生转战万里，横跨三大洲，在三个不同的国家闹过革命。格瓦拉的本名呢是埃内斯托·格瓦拉，而他广为流传的名字"切"啊，实际上只是他的一个绰号。在西班牙语当中呢，"切"是一个感叹词啊，是打招呼啊和表达敬仰的意思。人们以"切"来称呼啊，格瓦拉哈，一是展现了对格瓦拉的亲近，二是表露了对他行为的惊叹。格瓦拉出生于1928年啊，他在学生时期呢，曾两次游历拉丁美洲，想用医道来造福人类。1953年呢，格瓦拉来到了危地马拉啊，当时的危地马拉呢正处于动荡时期，年轻的左翼总统阿本斯将矛盾对准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啊，并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。在游历过程当中呢，格瓦拉结识了很多被迫流亡的革命者，他受到了革命精神的感染。也投入了保卫阿本斯政权的斗争当中。不过呢，在美国的干预之下呢，阿本斯政权最终遭到颠覆啊，左翼人士被大规模抓捕，而格瓦拉呢也登上了美国中情局的黑名单。这次经历之后呢，革命之火开始在格瓦拉的心目中熊熊燃烧起来。他清楚地认识到，用医道造福人类，就必须先发起一场推翻独裁统治的革命。后来，他在墨西哥结交了卡斯特罗兄弟啊，自此开始了革命之路。1955年，卡斯特罗兄弟啊正在为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者做准备。格瓦拉迅速加入了726军事组织，承担起了军医的角色。根据格瓦拉的《古巴革命战争的回忆》一书记载，在一次战斗当中呢，格瓦拉面前出现了两个箱子啊，一个是救人的医箱，一个则是子弹箱。最终，格瓦拉扛起了子弹箱，他从此成为了一名战士。在战斗中呢，格瓦拉超人的勇气和战斗技巧啊，令他获得了卡特罗的赏识，他迅速成为卡特罗最得力的助手。在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后呢，格瓦拉担任了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啊，开始了对古巴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。1961年，格瓦拉又成为了工业部长。在古巴导弹危机当中呢，格瓦拉远赴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谈判，并签署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弹的计划。后来，他又代表古巴出席了联合国的第19次大会啊。之后呢，相继出访了包括中国在内的8个国家。啊，切格瓦拉呢也是毛主席的超级粉丝。他在1960年9月28日，切格瓦拉访问中国，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，他却像一个毕恭毕敬的小学生一样，紧张的说不出话。与毛主席在中南海深入交流了游击战的经验之后呢，他非常恭敬地对毛主席说道："您是游击战大师，在您面前我只是个小学生。"毛主席笑了笑，他对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胜利中的领导能力表示赞赏。在访华期间呢，他学会了熟练地使用筷子吃饭，非常高兴地与中国儿童留影。切格瓦拉一生两次访问中国，他成为了中巴两国友谊的桥梁和纽带。1965年，切格瓦拉与卡特罗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开始日益严重。4月1日，他乘机前往刚果金，开始领导当地人民的革命运动。然而，在众多因素的影响下呢，格瓦拉在刚果并没有能够取得成功。在离开刚果之后呢，格瓦拉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革命活动。1966年，格瓦拉来到了玻利维亚，他本打算率领游击队解决玻利维亚政府军，推动该地区发展革命，但他却忽略了玻利维亚身后的美国啊。格瓦拉的队伍很快遭到孤立，他们只能咬牙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继续战斗。1967年10月，格瓦拉不幸遭到叛徒出卖，玻利维亚特种部队成功将他俘虏。随后呢，官方下令将格瓦拉就地处决。此前呢，格瓦拉面对敌人的枪口毫不退缩，大声说道："我知道你们要在这里杀死我，开枪吧，胆小鬼！你们要打死的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，这是一个英雄的声音，是一声为了真理而不屈的怒吼。他对革命永不放弃的精神，为了解放在苦难中的人民，他不怕牺牲的精神，现在依旧在鼓舞着世界各地众多的革命勇士们。格瓦拉是一位拥有伟大人格的人物，在古巴担任高官期间，他坚决抵制官僚主义，生活十分节俭，他拥有极强的自律性，从来不去夜总会，不去海滩度假，甚至还不会浪费时间去看电影。他出身贵族，却放弃了这一切，身患哮喘病，且坚持为革命做贡献，一生践行了自己的理想。这张满脸胡须、头戴贝雷帽的照片被称为世界上最具革命性的头像。今天，这张头像已经成为追求理想与信仰的标志，备受年轻人的追捧。从他的影响力来看，他超越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，成为了一种全球流行文化的代言词。切格瓦拉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，他带给了我们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，带给了我们反传统的浪漫主义情怀，带给了我们一生追求理想的坚定信念。他是很多人一直想要成为却成为不了的人，绝大多数人都是被世俗的淤泥所缠绕，从而陷入无法自拔，逐渐沉沦，丧失自我。有几个人像他这样纯粹的、高尚的，又是那样浪漫的奋斗一生呢？我想这就是他身后受到全世界各种阶层的人追捧喜爱的原因吧。美国《时代》杂志啊，把他选为20世纪百大影响人物之一，他是完全有这个资格的。请允许我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、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、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、伟大的理想主义者献上最崇高的致敬。